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偷開車》，我是王明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台股大涨184点，你赚到了吗？辛苦了这么久，布局了这么久，可不可以开始收割了？来，我们看一下指数哦，今天涨了184点哈，成交量来到1431亿的供给量，可是你可能会没有感觉哈。老师，指数站上9800哎，涨了1800，涨180点哎，可是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？因为今天涨的都是全指股，尤其是金融股，哎，金融股可以涨停板哎，很难想象对不对？所以你都没赚到对不对？因为这些股票跟你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也因为这样子，你应该感到很兴奋，因为这些全指股只是带指数来的而已。后面还有很多股票还没飙哦，来，一样哦，布局这么久了哈，我每天跟你讲哈，你忽多忽空是赚不到钱的。今天的长虹证明了一件事情，你去放空的，一定赚不到钱，也代表另外一件事情，台股叫做多头行情。好来，今天拉金融、拉全指、垫高指数，可能你会很担心，老师今天涨太多了，我不知道要买啥。你不用害怕，因为全指股拉只是占指数用的，真正会飙的股票还没动，所以说咧，代表你还有机会，不用急，台股还是在盘整，飙股会一棒接着一棒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预设立场，来，所以说如果你每天都在赌行情，请问你告诉我会不会赚到钱？你一定赚不到钱，因为十赌一定九输。可是如果你可以掌握行情，你会赚到手抽筋啊，不用讲太远，就讲最近就好了。4月20号，国际股市周末全面暴跌，请问所有人都在看空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告诉你头肩底的时候，我怎么告诉你的？很清楚哈，这叫超级大力多。我讲完，隔天台股还在跌。请问你相信我吗？嘿，老师啊，你都没准。那请问你告诉我，今天涨什么？我多早以前就告诉你的，9500点，越接近9500点，你就买股票就好了，你就闭上眼睛买嘛，有没有？不要太在意主要涨跌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昨天大涨，双龙抢珠，全力打。今天暴涨184点，当然啦、啊，可能没涨到你的股票。那没有关系，因为未来下个礼拜就涨到你的股票了，不信我们等着瞧。来，所以说你会发现哦，如果你懂得行情，掌握行情，你会赚到做梦都会笑。从红辉到立端，来回操作5趟，全部赚钱，有赔过任何一毛钱，2000万新台币随时来要钱。请问你告诉我，指数有动吗？没有动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每天都很开心，每个礼拜都能够赚到钱，开心的赚，掌握转折，有进有出，你不会有任何的压力啊。我老师，我抱着股票都没有涨，压力好大。不会这样子啦啊，有进有出，每个礼拜让自己高兴一下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但是前提是你要买到飙股哦。那没有标股没有关系啊，你可以来回赚价差啊，从红辉到立端来回操作5趟，全部赚钱。4月8号卖掉之后，你的资金只有一套，做最有效的运用，赚了这5趟，获利落袋之后，不用再去把它买回来了，跟我买全新的标的。4月8号立端卖掉，4月9号买立德，你的资金只有一套，买完狂飙，再飙，继续飙。创新高，同时台股大跌，我们带你大赚出场。我再重申一次，我再讲一遍，我卖股票从来不是股票大跌的我才告诉你哦，我们在哪里卖掉的。我们卖股票是在台股大涨，是在它大涨的时候我就叫你卖的，很清楚哈、哦。给减坦又赚了，4月14号立德狂赚4天，获利落袋实战，关键是有进有出，请问你开心吗？你的资金只有一套，请你4月15号跟我买利凯，因为你的资金真的只有一套，
把握喷出前的上车机会。我会在四月十五号才带你买吗？当然不会啦。老师，四月十五号是哪里？在家啦，还没喷出哈。可是我们在这里就在买了，有吗？四月七号，我带你买利凯，买完差点涨停板，隔天再狂飙，震荡利用整理的时候再加码。没人要，你不买谁买？我买，四月十五号再狂飙，休息一下再涨停。四月十七号礼拜五涨停板，四月二十号礼拜一涨停板，这叫先吃先觉，买在起标点。请问你有大赚吗？四根涨停板喽。我卖股票从来不是股价大跌的时候才叫你卖，当它涨停板的时候我就叫你卖了，而且我把call讯分享给各位，让各位看。四月二十号公开call讯5227利凯强攻涨停板，差不多四支涨停板，可以先放大一下。可以干什么？可以获利放口袋。请问你有没有开心的赚？我要强调一遍哈，我从来不是跟你每天跟你歌功颂德，署长一炫耀绩效哈。如果我每天只是纸上谈兵，看图说故事，你永远赚不到钱。有本事、真的有实力的人，才敢把操作摊在阳光底下，让所有的人检视。那为什么你不敢讲呢？很简单，难道你有难言之隐？对不对？有本事，请你把操作，请你把扣讯公开操作，让所有人来检视。请问你有没有大赚？我们是在涨停板卖股票，为什么卖？很简单，赚钱才是王道。我重申好几百遍，能够放进口袋才是真的，懂得获利落袋，你的操作才有意义。台威底部买进，拉回家嘛，喷出钱再买，狂飙赚最多，卖股票。有哈，我卖不是事后斩在毛炮，四月十号获利落袋。四月二号在哪里？四月二十号，凯威涨停，利凯飙涨停，四只涨停，获利放口袋。十二十一号礼拜三，有人请你卖股票，后知后觉，砍在最低点。我不会做这种事情。我在隔一天，前一天涨停板我就叫你卖，对不对？就在它跌下来的时候，二十一号大跌，二十二号再杀的时候，我带你买。九点十四分，利凯利用拉回39.7。到40.2买回多单，21号重挫，22号来到波段最低点，我带你买最低点。你呀，我老师那有可能买在上低点，再买回，而且现买现赚。9:14，好，我们来看昨天买不买得到？4月20号礼拜三9:14，过了四分钟，你收到call讯，过了四分钟之后，40块。过了五分钟之后，让你看到三字头。过了六分、七分、八分，你都买得到，也就是说，你买在最低点，又买回来了，大赚出场，下来再接，买在最低，现买现赚，咱啊差一点啊，赚7%，从这里上来，再拉一下，就赚4%了，7%了，就一直停板了。啊，没有赚到没关系，今天再拉，现赚一直停板。再入袋，现赚一只，合计大赚5只。我从来没有把加码单算进去，只是波段单，一次操作5只涨停，全部让你赚到。请问你赚到了吗？昨天加码买回技术最低点，又赚了一根涨停板，此处获利落袋，很赚5只，放口袋。哪要算加码单，哪要算波段单，这没办法算，我不知道怎么算哦。也是89根涨停板的啦哈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大赚哈？几根涨停板，外加一个价差，5只涨停板，不含加码单。请问你有没有大赚？是不是一棒接一棒，棒棒都大赚？来，来，我们今天把它卖掉，很清楚啊。来，小米也疯狂，为什么会不要再研究了哈？没个研究啊哈，三方不含加码单。来回操作全胜，
九只涨停全部赚到手。我实在没时间讲过去那七根涨停板了，有call讯，有真相，所有的证据都在里面。那我也没时间讲过去式，我们就讲最后这里就好了。好加，我在这天拉回来带你买，这里卖掉买回来，再加码上来，来有没有？四十九号，四十二块附近带你买回来，有哈？四十九号，四十二块附近买回来。十五号，四十三块附近，哎，这里是四十二块附近买回来，整理过后四十三块附近再买回来，再加码，不止买回还要加码。涨了没？买回来喽。四月十六号还没涨哦，四月十七号开始涨了，小涨，再涨，飙涨，直接涨停，八只涨停到手。事实上不是八只，已经八点五只，快九只了。到今天已经九只涨停板，而且达阵了。我没有再算加码单的，九只涨停板全部让你赚到了。重点是。今天创新高，你该怎么做？来，三月营收创新高，向我们摘九只涨停，全部赚到手，你赚到了吗？什么叫大波段？如果你没买到标股，你怎么可能大赚？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获利落袋，你怎么赚得到？你怎么开心的起来？对不对？没有做啦啊、哦！再强调一遍哦，什么叫有实力？有实力不是靠运气，每天赌行情一遍两遍尔。在股票市场要赚大钱，靠的是实力啊！有实力就敢把操作摊在阳光底下，让所有人解释，你说有没有道理？九根涨停板，通通赚到。油田也一样，如果你不知道一档股票为什么会飙，你敢买吗？所以我要强调一遍哦，任何操作都一样，每一档股票它要飙之前。它要发动之前一定有原因。如果你不知道，请问你会买吗？你敢买吗？你敢重压吗？可是如果你可以领先市场早一步知道，还没飙的股票未来会狂飙，你敢不买？我会让你早一步知道。所以说不是每天跟你玩游戏，告诉你起标点在哪里，这样够不够清楚？所以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大赚哈！来。当油田还没飙的时候，我怎么告诉你？全市场没有人知道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们会员都知道了，看节目的相信你也知道了。为什么会飙？为什么会飙？为什么会飙？哦，你都知道哈，我就不赘述了。三月十七号礼拜二，没有人要我带你买。啊，你问就奇怪哦，老师啊，别人都介绍飙股，都介绍那个涨停板的股票。我们介绍的股票为什么是大跌的股票？因为我要让你买在起标点，我要带你买在起标点，我要让你领先自导，领先市场，买在最低点。请问你会不会大赚？你当然会大赚啊！有没有人要？没有人要啊！没有人要我们就买啊！三月十七号没有人要，当天杀到多少钱？28.5块，没有人要，我带你买。三月十七号人气我取。利用拉回买进多单，两年大底准备狂飙油田。请问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买在最低点？是不是没人要？是不是掌握关键数据？所有的操作都一样哦，你一定要有依据。如果你没有依据，你敢买吗？所有的进跟出一定有证据，才是获利最大的保证。你说对不对？很清楚哈、哦，带你买29块再加嘛，3月13号。最后一次买进，我买油田都买20几块，我不知道你买多少钱。至于它怎么标的，我们就不赘述了啦哈。来，我们买哪里？我们都买在哪里？我们都买在这里，要多少有多少，29块拼命的买。我们在买的时候，它就开始涨了，开始涨了，开始涨了，休息一天继续涨。等到它跳空涨停板的时候，你买不到了。不要说你买在涨停板，没有人会相信你。我们在4月9号带你卖股票啊、哦，不是4月9号，而是在高点请你卖股票，而且公开预告，节目上公开预告，请你把股票卖掉。
为什么？因为要休息了，至少你要把加码单全部获利落袋，很清楚哦。底部买股票要多少有多少，后面是一连串的涨停板，我没有时间跟你数涨停。当它从28块一口气狂飙，飙到46块，请问我怎么告诉你的？我扣讯都给你看了哦，我告诉你它要休息了哦，我请你卖股票哦，我都有讲哦。来，我们回头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不是割，我懒得割功送德，数涨停炫耀绩效了哈。4月9号礼拜四，第七根涨停板，该休息了。有哈，有哈，有哈，扣讯在这里，加码单已经赚80几%了，从28块飙到46块，赚到快翻掉。底部大买，从2字头飙到8字头，从28块飙到46块，全市场的大赢家，你家该休息了，不止该休息了，而且要跌了。我还告诉你哦，来，我4月9号告诉你，请你把加码单全部卖掉。4月9号，油田飙到今天算初步满足点，我们也顺利获利出清加码单。不止如此，我还预告股价会来到38到38.8。你相信吗？老师，那有可能啊？我先把计划嘛白，唔要看见真准的啦。46块跟我预告会来到38块，你不是不知道哦。上礼拜我念给你听，你也说不可能啊。你们老师还在带你追啊？请问你告诉我，46块你卖掉了，你会在45块买吗？你会在44块买吗？你会在43块、42块、40块？39块买吗？你都不会，你会在38块附近买，因为我已经告诉你，他会来到这里。放大一下下，很清楚哈，看哈。好，4月21号，4月9号预告哈，4月21号才来，啊，太准了吧？这也太准了吧？你要跟谁做？我不知道了哈。做油田，谁赚最多？谁最准？掌握转折，卖高点，拉回带你买最低点，我买。果然杀到38块附近，4月11号我带你买，4月20号直接喷出去。那你会发现哦，昨天是没有涨停板哦，因为涨停板41块，压力很重，所以说它没涨停。如果隔天还是没有过，你要先卖哦。今天41块还是有压力，盘中虽然创新高，可是41块压力太大，所以说我请你先卖一趟。将4月21号买回的多单获利落袋，一来一回又赚了一根涨停板。请问你有没有大赚？波段、短线通通都赚。油田7只涨停全部赚到手，三方9只涨停全部赚到手，紧接着利凯让你总共赚了5根涨停板。不知道你赚了没？标股会一档接一档，我不是要去叫你去追这些股票，因为标股会一档接一档。如果你都错过了，请你跟我布局下一档，大波段会一波接着一波飙上来的股票。如果你想大赚，赶快把握机会，标股俱乐部给你最大的帮助，最会飙的股票准备引爆。如果你想大赚，待会广告的时候把电话拨通，进广告。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，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哇！
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。全国最大家具馆，很大很好逛，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。大都会国际家具馆，春季三重送，现正实施中。碧潭山水在门外天天上映，新店捷运在身边来回穿梭。澳洲 PTW 国际团队将游艇变建筑，碧潭水岸捷运景观宅，双水湾，2913-1333。欢迎再回到现场哦！想清楚，只有谁可以帮你赚到钱，不用太在意指数的涨跌。今天拉全值占指数的股票，代表指数垫高之后，后面指数不会动，很多股票会飙翻天。还没赚的跟上脚步，一样不会做的 ，follow me， 跟我做就对了。再强调一遍哦，我要让你开心的赚，做股票要每天很开心，每当忧头革命啊。你若买唔对股票，会当换股操作，没有人拿枪指着你，告诉你，你股票买了就不能换，可以换，懂吗？一样哈，如果你没有买到标股，你会开心吗？如果标股你赚很多，你没卖掉，你笑得出来吗？谁笑得出来？很清楚哈，为什么我们的股票特别标，你都很清楚啊。请问九正还没飙的时候谁告诉你的？我带你买九正，我带你买九正。那为什么它会飙呢？当所有人都带你追油田的时候，我不会带你去追油田，因为油田我们买在起标点，我们都买在二十几块，而且我们买了一个礼拜，而且我们赚最多。但是不是因为它很飙我就带你去追，我们带你买新的一档股票叫九正。打完三年大底，准备突破，它会比油田更恐怖。没赚钱变赚钱，连续两季赚钱之后开始大赚，它会比油田更恐怖。油田会飙，不用赘述了。九正会飙，是因为3D 裸眼技术。什么叫3D 裸眼技术？有基本面，有题材，有想象空间，也有爆发力。最重要的是基本面好到翻。这么便宜你为什么不买？我们买全收了，是不是起标点刚好打完底，准备喷出底部带量7000张，你为什么不买？我要强调一遍，任何操作都一样，任何股票都一样，在标之前一定有原因，一定有理由，你要领先市场，买在起标点。所以给你三大保证，相信你都会背的啦，我们所有的操作一定有凭有据，你收到跟我收到一定一模一样，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抽照操作都有依据，所有的进跟出一定有证据，才是获利最大的保障，这样够不清楚？不是每天看图说故事哦，谁不会？大家都会啊，我家玛利亚也会啊。底部带量7000张正式发动，过程我就不赘述了，你会看到一连串的涨停板，两只涨停续报，三只涨停续报，四只涨停续报，五只涨停续报，加码再加码，震荡打开加码，洗盘成功，第六根涨停板续报打下来，我看法没有改变，怎么看都很便宜，再加码，当天加码完现买现赚，隔天直接涨停板7根、8根续报，9只涨停叫我第二名，这里你不该追了，哪个六六去就起笑啊？我有预告，我都有讲。我有叫你不要去追了。4月17号，我在买股票。10月9正10天狂飙9只涨停板，出清加码单。4月10号，狂二再狂二，10根涨停，全数获利落袋。一大早，相信你都卖掉了，会买会卖，大获全胜，10根涨停，全部赚到。这里加码的最少4根，这里加码的也最少4根，这里是5根，这里是4根，这里买的10根涨停板，你赚到了吗？我没有再算加码单的啦，10根涨停板都让你赚到了。为什么会飙？不重赘述了哈。请问九正，你有赚吗？
十根涨停你赚到了吗？请问油田七根涨停板你赚到了吗？请问三方九根涨停板你有赚吗？利凯四根全部赚到。如果你都还没赚的，不用去追了，跟我买全新的标的，大波段的主流股，未来会飙到翻掉。飙股俱乐部给你最大的帮助，带你买最会飙的股票。如果量大赚，如果量翻身，那记得跟上明忠老师呢，让明忠 money 赚大钱，祝你超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得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您心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。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；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台北东区门户，南港四铁正核心，五分钟，百货、影城、捷运、高铁，万平校园正对面，双美馆27886888，新复发。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。森田药妆。今麦中昼无人检啦，我用我的大黄蜂。